原标题他是林彪的黄埔同学，才华极高，却终生不得志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上第四期公认质量最高，名将如云，随后都能说出一大串顶级名将，林彪、刘志丹、张灵甫、谢晋元、胡琏、李、郭天民、曾中生、武忠豪、段德昌。当然，再好的老师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成才，在第四期就有这样一个人，原本要资源有资源，要机会有机会，但最后这一把好牌却被他打得乱七八糟，一事无成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名叫赵锡仲。赵锡仲是陕西长安县人，年轻时也是一个热血方刚的爱国学生，后来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，毕业后还参加了北伐，表现很抢眼，连蒋介石都很看好他。不过赵锡仲没有跟着蒋介石走，而是跟着毛主席一起去湖北搞农业，还加入了我党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都会羡慕赵锡仲，多好的资本汪，只要能正常发展，至少开国将军是跑不了的。然而等到了大革命失败后，赵锡仲却一再错过机会。第一，如果他留在湖北，可能会随部队南下参加南昌起义；第二，如果他继续跟着毛主席，可能会参加秋收起义。不管哪条路都是非常光明的，但遗憾的是赵锡仲却选择了回老家陕西。要说回老家也没错，他的黄埔同学刘志丹就是毕业后回陕西继续干革命，开拓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。但赵锡仲没有刘志丹那样的魄力，优柔寡断，没过多久就被捕了。按照赵锡仲自己的说法，他被捕后受尽了酷刑，却丝毫没有动摇。但现实是，赵锡仲出狱后就在杨虎城的部队当了一名连长。姑且先不讨论赵锡仲是否叛变的问题，作为黄埔四期高材生，毕业六年后才混了个连长，同期的林彪已经当上军团长了，这差距真不是一般的大。1935年，赵锡仲在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时，深感在杨虎城手下多年郁郁不得志，于是临阵倒戈，带着30多个人起义，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队伍。其实对赵锡仲这种有叛变嫌疑的人，要想取得组织的信任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由于红军刚到达陕北，缺乏军事干部，对赵锡仲就没有过多追究，还让他到红军大学当了军事教员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在红军大学镀过金的赵锡仲获得高升，成为新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，跻身新四军高级将领的行列。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赵锡仲的前途还是不错的。但皖南事变的爆发再度撕开了他性格软弱、革命意志不坚定的面纱。被捕后选择了叛变，投敌后国民党给他安排了一个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的职位，任务是感化被俘的新四军官兵。面对曾经的战友们，赵锡仲总算还有点羞耻心，就逃跑了。这次赵锡仲逃到了日战区，因为语言不通被日本特务怀疑，再次被抓了起来，到日军部队中当了杂役。半年后赵锡仲再次逃了出来，跑到浙江义乌，为了谋生屈身到了一个饼干店做窑面机工人。想想也真是可悲，一个黄埔四期高材生，正值报国之际，却沦落到了这个地步，能怪谁呢？到这儿还没完呢，抗战胜利后赵锡仲回到了老家，过起了平民生活。不过由于身上劣迹太多，国民党特务把他当成嫌犯，准备逮捕他，吓得赵锡仲再度逃亡，直到建国后才敢回家。当年曾跟赵锡仲一起在蓝田闹革命的赵伯平，此时已经成为西安市委书记。赵锡仲得知后就隐瞒了自己叛变投敌的过去，由赵伯平介绍再度参加革命，这已经是赵锡仲三进宫了。后来
赵锡仲被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，本以为能从此风平浪静，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他当年投敌叛变的往事又被人揭发了出来，赵锡仲再也无颜活在世上，于1968年投河自尽，结束了自己憋屈的一生。历史客栈作者威霆跟施坦因有趣味有思维有品味的三位历史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108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